2022年12月6日，大角星人理事会觉醒本能开关，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大家好，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对人类感到不断的惊讶，因为你们愿意为了生存而忍受如此之多。我们知道，如果你们能对自己的情绪和灵魂采取同样的方法，你们可以作为个人和集体呈指数级增长。想要生存是内在的，你们不必相信自己吃饭、喝水、穿衣、盖屋顶等等都是个好主意。你们需要的是在你们体内开启觉醒的本能，让你们都有灵性成长的欲望。当这种欲望超越了生存的欲望时，你们会看到你们以前放弃的个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动觉醒的本能是我们和我们在非物质层的同事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我们正在与你们的更高的自我合作，我们正在与身体中的外星人合作，以确定启动这种本能的最佳管道。这将帮助其他人认识到他们是一种灵魂，并且他们正在作为这种灵魂而扩展。当你们的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人真正想要体验灵性进化时，你们会感觉到能量的浪潮正在涌入，因为现在你们的人类同伴已经睡着了，他们将像你们和你们这样的人所熟悉的能量敞开心扉。你们将从人类其他人决定把他们的精神放在第一位中获益匪浅。你们将拥有足够的东西来帮助你们的人类同胞，因为他们仍然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仍然需要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觉醒经历，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情绪，如何提升自己的振动，以及如何体验合一。你们会站出来，因为你们一直在训练自己的生活，甚至在等待这一刻。那一刻，你们将不再是饭桌上那个怪异的人，你们将不再是家里的弃儿或害群之马，你们将是每个人都会求助的人，因为他们会知道你们已经经历了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你们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这个光荣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正在研究觉醒本能开关。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2022年12月6日，天堂来信，水涌有河流和海洋，传导 Glory Ondruff， 译者扬声传导。上帝说，你们常常认为我是一个夺走你们生命的人，撤销这种想法，你们会看到你们生活中的显着变化。你们看到的是秋天落在树上的叶子，这是一种滑向另一个领域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和爱的方式。当你们的身体停止时，你们一半祈祷，一半怨恨，你们进入了另一个维度。你们没有被拆散，仅仅是删除了你们的附件。依恋是你们坚持的东西，你们很容易去关心，但没有依恋就很难关心。依恋是新增你们的财产，但不存在财产，只有一条小溪是你们流过的。谁拥有一条河呢？谁拥有海洋呢？所有的想法，所有权的想法，海洋是我的。当你们走过一片美丽的森林时，你们会享受它，你们的心会在穿越中得到提升。森林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你们走过它，它是给你们的，不是占有，而是走过。当你们相信自己拥有森林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把森林看作是可以从你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你们不再把它看作是一段美丽的经历，你们的经历变得更像是一种监督，你们变得充满了担忧，这是你们害怕失去的一个名字。你们想要拥有的东西不仅不属于你们，也不可拥有。属于你们的东西不属于你们，也不会让你们归属。当你们和我已经是一体时，你们渴望属于什么呢？所有权不是衡量你们的标准，
显然你们认为是这样，显然你们觉得你们少了对一个物体或一个人拥有所有权的幻想。所有权是你们成熟的衡量幻想之一，但技术并不是你们对人类生命天赋的最佳利用。把所有的物质和人类当作今天早上送给你们的礼物。哦，你们是多么看重礼物和担心财产。事实上，珍珠的礼物从你们的手指间流过，你们划船然后离开，美丽的太阳落山了，你们从没想过你们拥有它，你们知道它不会消失，它在回圈中。你们不拥有你们的孩子或你们的丈夫和妻子，除了我对你们永恒的爱，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们的。对生活的解释不那么多，明白你们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知晓你们是多么丰富的祝福。当你们与人会面时，把那次会面看作是送礼，会议本身就是一份礼物，这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孩子的礼物。然而你们在那里寻求对自己的认可，这就像你们自己打开你们送给另一个人的带螺纹的包装。相反，寻求打开正在给你们的礼物，而且当你们在做的时候，寻求了解真正的传授者。我参加了所有的聚会，你们不妨邀请我，一旦你们到了那里，你们不妨找我，没有我就没有聚会。事实上，所有集会都是以我的名义举行的，你们在地球上度过的所有时光都是我的孩子们的聚会。你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装，拆开礼物并交换礼物的完整流程。你们认为生活是什么呢？也许你们认为这是一个让你们走下去的舞台，也许你们认为它关乎你们的自我及其实现，也许你们以为聚光灯会照在你们身上，但现在你们发现你们会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我亲爱的孩子们，不要试图拥有这一刻，你们不需要拥有已经属于你们的东西。享受不是拥有，也许你们只能享受你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放弃占有的概念，这不会是什么损失，这将是收获，那将是进入天国的入口。